谁？为什么要害我？你说吧，我可以不杀你。杀我？你已经杀了我们全家，现在要斩草除根，是不是？杀你全家？你父母是谁啊？乔峰，你害死我爹娘，害死我伯父，我恨不得把你千刀万剐，碎尸万段。你怎么知道我是乔峰？你到底是谁？我就是聚贤庄尤居的儿子，要杀要剐你尽管来吧。原来你是尤氏双雄的后人。我在聚贤庄中受中原五人的围攻，我迫不得已出手，实属无奈。令尊令伯父的自杀，我也没有想到。放了他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尤坦之，我绝不会死在你这种人手里。我，我连自刎都不行吗？你这该死的撩狗！臭小子，你敢骂我姐夫？呀，吁，你这小子好大的胆子，不想活了？姐夫，这小子心眼真坏，想用石灰包害你的眼睛，我们也用石灰包扔他的眼睛。好了好了，行。哎，你们今天打来的草谷，全都送给我怎么样？大王赏脸，多谢大王恩典。凡是献了俘虏的官兵，全都到大王府去领赏。多谢大王。弟兄们，走吧。走走。走走走走走。叫叫叫叫叫叫！你们这些人，赶紧回家吧。以后不要再到边界上来了。这次我放了你们，下一次可就不一定了。快，给我解开！解开！多谢大王，多谢大王，多谢大王，快走吧。多谢大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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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谢大王。大家都是人，为什么要强分为大宋、契丹、女真、高丽呢？你打我，我打你的，你骂我撩狗，骂你宋猪。你们俩把他放了，也回去吧。谢大王，谢大王。怎么样，回中原有盘缠没有？真是对不住，出来打猎没带些银两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可以跟我回城去取。乔峰，士可杀不可辱，我就是穷死饿死，我也不会要你一文钱。我不会杀你的，你要找我报仇，随时都可以。阿紫，走。哎，驾。吁，小子，想找我姐夫报仇啊？再练一百年的功夫吧。驾。Thank you.
你挺好玩的，我倒挺想把你留在我身边陪我玩的。可是，不能让我姐夫看见你啊！
你们！这是干嘛？啊！你们要干嘛？我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啊！